金角巨兽首次出战保卫地球，杀气值拉满，场面绝对震撼。在《吞噬星空宇宙》片中，地球被诺兰山家族的一支冒险小队发现，带头者为恒星级器械的布罗诺兰山。这支小队在进攻罗峰的城堡时，被罗峰购买的恒星级精神念师奴仆击杀。但地球上有幼年金角巨兽以及机械族宇宙飞船的消息却被诺兰山家族得知。要知道，金角巨兽是非常稀少且强大的种族，任何一头都是注定成长为界主巅峰的存在。而幼年金角巨兽实力相对较弱，很容易被驯化。几乎所有界主强者、不朽强者都愿意花天价财富去购买。机械族飞船的价值更是高得可怕，远超过整个诺兰山家族的资产。为此，诺兰山家族立即派出了众多恒星级强者前往地球。本以为凭借众多恒星级强者可以顺利将地球迷灭，可不曾想，罗峰抢先一步花重金将地球成功购买，成为了被宇宙黑龙山帝国认可的地球领主。要知道，擅闯也有领主的星球将会以星道罪论处，随时会受到黑龙山帝国大军的征讨。诺兰山家族对于黑龙山帝国而言简直是蝼蚁般的存在。在帝国的威慑下，诺兰山家族表面撤出地球，但暗地里却留下了一支由陀雷武带领的精英小队冒充星道，潜伏在地球搜寻金角巨兽。这支精英小队由20名恒星九阶以及60名恒星七阶强者组成，而此时的罗峰却刚刚突破至恒星级一阶。若是陀雷武想要强行打下地球，那可是轻轻松松。很快，陀雷武便抓了徐星以及各国领导人，威胁罗峰交出金角巨兽。得知消息的罗峰杀气值瞬间拉满，立即向奴仆商人订购100名恒星级九阶奴仆。可不曾想，由于时间紧迫，短期内只能提供8个恒星级九阶奴仆。徐星有难，罗峰别无选择。况且有着本体金角巨兽这张底牌，罗峰准备殊死一搏。而红河雷神由于实力太弱，面对恒星九阶强者毫无还手之力，只能选择留在宇宙中继续修炼。两人怎么也没想到，曾经叱咤风云的自己，如今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园被他人蹂躏。